大家好，我是小兰，今天农资我来请。你们猜下那只鹅是啷个死的？你们绝对想不到，奇葩得很。今天早上我爸去放那个牙子机的时候，看到它的啷个卡到了，都卡死的。妈，你确定那只鹅是被卡死的？是的啊，它出来那个门啷个啊，它就给啷个卡死了。我传的时候都是在老婆那时候全部跟他一起商量了嘛。看看有点人知道些了，等下歇哈，多不能打水喽。要得，把这些血水洗干净，准备点香蒜，哎呦开始炒了。多来点油，那个味不大。最少我再挑个锤子，把那皮皮刨一下。我还有锤子。那会还有噻，要把脚拿。姜蒜，来个花椒，好哦。放点八角，桂皮、香叶，放一放火锅底料，来点老抽，放水。加点羊油，等会炖到鹅里头。妈妈来，轻点切哈，切成那种小段。放到那个头吧。啊。炒香了，倒点啤酒。看到起没？切成的好的啊。啊，差不多。妈，快去把衣服换下来洗。我衣裳是干净的。干净，穿了那么久了。那袖子那么脏了哇。该换就换噻。那天都要下雨，等落雨，那这天都是那个啥子天。那他要落雨了，啷个办呢？那把那跨跑穿到外头。我把那个拿去泡去。泡去洗了嘛。嗯那个穿起都热乎了噻，哎，那扣错噶了，没了二十分钟差不多了，放羊鱼，再焖十分钟，好吃不是？哎呀，那小爪子哈哈哈！哎呀，哎呀，够了吗？昨天差不多了，把海椒放进去。放没有？吃过了。好大一盘喽！开饭了，来吃饭了。这个，那个味道真的美。我要干么了？那是羊鱼。羊鱼我吃。那个是老板的菜，你不要。我不要当你吃。那鹅肉饭好吃的了嘛？嗯。贵都贵些。嗯。可能是我们今早上起来按了，他想出来，在那上转转转，在那门缝上就卡起了。你看，明明都不应该放那板子上的，放那板子怕那有空隙。我来整那个鹅脑壳。我来整那个脚爪子。那是焖熟味料的。嗯。那个脚爪子好大呀。嗯。被那个大的可以长到五六十斤。谁？真的。还长了百多斤了。哪里有那种鹅？你也不相信。
人气真浓，能够打支舞。基本晚上去了，还能够打一次一顿就喜欢了。